我可以亲吻吗？跟第一天来的时候差别很大哦。他不会再成为流浪猫了。谢谢你们，真好。他很好客哎，我出来。你爸妈抱得出来吗？妈妈抱，姐姐在帮他搔痒，啊，好舒服啊。天上要救的是一只坠楼的猫咪，它已经困了两天了，好可怜。你们是平常就在喂它？喂差不多一两个月了，它可能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了。小猫你撑着哦，我听到它一直在叫了。只要我成功了，它可以有好生活的。没事哦，你不要乱跑。目前已经确认它的地方了，有点危险了，但是也只能拼看看了。如果跑出去，我也没别的方法了。有点斜，太危险了，那我放斜的看看。它对你的声音很有反应啊。他走过去了，他懒得过去吃饭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前面就是踏板了。他踩了，可是为什么没有盖？在开跑不会杀啦。他退后了，他跑出来了。啊，你要去哪里？轻轻喊话，轻轻喊话。我准备把黑笼子拿起来重新设定。我先看嘛，多外形大点了。轻轻的。到了，到了。哎，我还没有帅啦，每次都这样子，我受够了。有点危险，我整个身体下去好了。啊，小心啊！可以。太棒了！太好了。先让他冷静一下。谢谢你们了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他才有办法得救。看他多久的时间可以被我摸到。你好吵哦！他有没有可能怀孕？哦，你吃很好。小心心。对不起。好了，对不起啦。我给你好吃的，好了。啊，可爱。好，这里有吃有喝。等一下先抱起来看能不能抱。小女生，你叫西西，还好你不叫七七。大家待在我身上，我有点紧张，我拿回去好了。要把我们地球的水都喝完吗？不用那么急嘛，因为有好生活的啊。还记得我吗？要不要出来玩？要放轻松。好，我先帮你检查有没有伤痕哦。你昨天叫得很厉害，为什么来的时候就不叫了？差别那么大。你为什么整个这样子翻过来了？就是你要摸就给你摸个够吧。啊，好可爱哟、哦。我们来擦身体哈，擦干净你会很飘飘哦。那我现在主要是要把眼睛的分泌物擦一擦。这可以不污染，了不起耶！兰花擦亮亮，哎，有没有跳蚤蚤啊？我们先摩擦身热热，好不好？Hello， 我要拿来保护我的线。来，我们出来玩一下，我要看你的牙齿齿哦。啊，西西要咬我，他真的很淑女。那是阿混吼，我咬落啊，这个混熟了一样会很皮。我们今天再来擦一次身体好不好？我看你的牙齿齿，如果刚换完的话，是不是四五个月？你很美呢，我们来照一下光，看你有没有霉霉菌菌菌哦。这个是胎记还是痣吗？等下把它擦看看，擦不擦得掉？呼噜起来了，好孩子，擦擦嘴嘴巴巴巴，你要可爱爱哦。擦身体，男生女生都一样，都是值得疼爱的。帮你摩擦身热，摩擦身热。比起刚刚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你再更放开了哈。你不要过来，哎，没事，喜欢搞破解。好，你不要在那边，好像没你的事一样。明明就是因为你害的，跟里面那一只不良少猫一样。你叫我。检查一下有没有跳蚤。首先，这个三八四还在。啊，青青，我是只招财猫，谁要领养我呢？猫咪为什么那么有趣呀、啊？猫咪为什么被制住后颈之后就像被点穴一样？我想跟大家亲亲哦，我可以亲你吗？对不起，惨了，太讨厌我了。西西，整包都是你的，全新的黄金乳酪鸡。你的三八字嘞？三八字消失了。身为男猫，要有包装的本能，你不要一副很爽的样子好不好？西西，哎呀 ，Oh my god， 天哪、啊，这个是神的技巧。那这两天基本上可以进去敲心房了。现在让它在笼子里面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出来外面没有比较干净。也是幸运的小孩，你知道吗？多少猫咪没有这个运气啊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不成功变成人的勇气，把你救回来的，你知道了对不对？走，也不要乱动啦，喷掉的话没好事哎、欸。欢迎光临咪咪家快乐度假村，去吧。来玩一下，你已经不需要躲了，你不是浪猫了，不用躲起来，开始去慢慢探索。我来帮你用猫砂，米可露混合砂，要在室内的污染比较少。来过这一间的猫咪都说好，不信去问花贵哈。西西，你来哪里哟？臭屁股西西，明天结扎扎了，它吃超快的哎。
食量那么大，这些小孩子都不知道大人赚钱的辛苦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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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你要结账，不是我要结账哦，西西，不要开玩笑。加班啦哦，哎，哇，西西，你怎么自己跑到我的身上来？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就知道，你只要对猫咪好，有一天它一定会了解你的心意。西西啊，你昨晚到了，西西回来了。好，哎呀，听到听到了，会叫了会叫了，欢迎西西回来，咪咪讲快乐度假村。哎，很稳很稳，完全清醒了。你什么时候看过西西这么黏我呢？亲亲，你看今晚扎之后的西西跟我更好了啊，太棒了，西西好棒哦 ，yes， 我的画面有了。西西爱我对不对？西西啊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猜猜西西在哪里？你怎么进去的？真的是一个找麻烦的小姑娘，来出来，抱抱。哎，好抱抱，西西。哎，可以耶，我们的西西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。西西好棒棒哦，跟第一天来的时候差别很大哦。记住啊，要讲武德，去新家不要太快就被驯化了。我是那上次去你们店里面救猫那一位。明天他要送养了，所以想说你们要不要视讯跟他看一下之类的。哎呦，有要你要你，都要赚钱，快点外开尴尬。没有看到猫啊？我早晚在你看到的习惯。他现在很健康啊。他现在很漂亮，而且他结扎了，他新家很棒，那个防护帮他做得很齐的，他不会再成为流浪猫了。谢谢你们，真好。好，感谢啊，有空我们再去店里做。拜拜。明天去新家了哈，加油啊，要结案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珊珊也吐了，苦了你们。这期我们到了哦，这里很风大雨大，太阳大了。哎呦，他很好客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？郭志啊，你叫郭志，郭志来。喂，郭志摸摸，来摸摸，对，摸摸，好可爱哦。这是你的妹妹哦，他有遇过其他的猫吗？没有。他多大、啊？他一岁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吗？是谁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看过他的影片吗？太好了，隔离房。然后到时候会让它自由活动，很棒啊！最重要的是防护完全做好了，非常的棒。所以这个也是新做的，对，也是为了它重新买。也来摸它一下，直接摸它没关系，很棒啊！你不用害怕，对，你很乖，嘻嘻 ，Hello。你爸爸抱出来，妈妈抱。如果是我抱的话，它就会飞走了。啊、真的、哦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好、啊，躲起来。嗯、我抽地方了，看到里面去好了。它很皮啊，其实。里面好舒服哦。你平常会帮他们拍一些记录吗？会啊，小朋友跟他互动。这个最好了。他现在还害羞。你今年几岁？跟我一样。我心智年龄也九岁。西西加油，要飞来飞去哦哈。拜拜。我们二零的那个小吃，你们吃看看。哇，太多了吧。我昨天专程去西湖买的，又很远哎。西湖不食黄鹤楼。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让它适应。姐姐在外面，外面走，你要去吓妹妹干嘛？姐姐在帮她烧羊。姐姐，谢谢。好舒服啊，都用成这样了。嗯，谢谢。他开始听我，就是进步的大进展。我举例，我看到你的声音，谢谢。朝圣救援西西的地方，黄金食材啊！现在有鸡蛋走得天下哎，要喂让家猫了吗？等一看，等你同胞噶，而且让你不爱玩懵哎，空间太大，你要给他有个机会摸啦。哦，他们足乖哎，乖就够注意哎。